9月2日，袁泉出席在上海举办某品牌活动，她身穿拼接透视上衣，搭配红色波点高腰裙，大秀曼妙身材，女人味十足。面对镜头，她还不时微笑，心情看起来相当不错。7月31日，唐晶、袁泉与家人现身北京机场。袁泉身穿一件白色上衣，搭配黑色半身裙，延续了其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面的性冷淡风，看起来知性又优雅。当日，袁泉的母亲和女儿走在前面，自己和友人跟在后面。袁泉的女儿小小年纪已经出落得非常高挑清秀，看来是遗传了母亲的好基因。袁泉现身北京机场，性冷淡风看起来知性又优雅。大家都知道，袁泉和夏雨两人一直属于娱乐圈的模范夫妻，两人在2009年便结婚了，在2010年3月顺利产下女儿小名夏哈哈。早前袁泉带着女儿出现在机场，没想到才7岁的夏哈哈都长这么高了。哈哈也是一个走路带风的女孩，看着走路姿势就知道更偏向于女汉子类型，穿的衣服也是很普通很大众的，俨然一个可爱的邻家小妹妹，长腿也是十分瞩目的呀。